你的睫毛会不会呼吸？大家看一下我那个双簧手哈，我们在做双簧手的时候哈，你不能眼就搁这笑啊，直不愣登的，爱看着前面，爱看着前面。你的一呼一吸，你的一呼一吸是随身而动，哎，眼睛随身而动。昨天在那个发的视频里面，后半段啊，后半段是什么？后半段是什么？腿上的、脚上的阴阳转换啊，脚上的。虚实转换啊，脚上的虚实转，虚实转，脚上的虚实转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呢直不愣登的盯在前面啊，你眼神上的呼吸，哎，眼睛上的呼吸，然后看到前面之后，再走的时候再放神，再放神，然后再收回来，再收神，哎，你眼睛上的。说一下脚位那个。脚位那个视频，脚的转换，脚位没有什么转换，脚位就是丁字步，这个知道了啊。然后呢，往后就是踏步，再继续接就是大掖步，然后踏那个这个往外就是弓箭步，往前就是弓箭步，好，弓箭步之上的往下就是扑步，那没有什么转换。脚位那个组合其实是很直白的，很直白的。那它盘过来之后，直接就推向什么弓箭步，然后抽回来丁字，搭细腿到大掖，然后撩细撩大弓箭，没有转换。呼吸就好了，呼吸就好了。你这个我怎么跟你讲？就呼吸，你就呼吸带动你的脚就对了。呼吸带动任何元素，呼吸带动任何元素，呼吸带动任何元素。好，我们在做摇臂的时候，吐气，送背，对不对？第一件事是不是送背？掰后部上身怎么样？掰后部，上身随啊，可以随着走。我坐这边，可以随着走啊，上身可以随着走啊，然后上身也可以什么留着走啊，走下留上啊，那具体要看你这个舞蹈，看你这个组合是怎么安排的，它不是死的，它上身不是死的。那掰扣的时候，你可以身体走，先走身哈，身体走，啊，在这儿大，身走。伸走，伸往回旋，伸往回旋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走下留上的也有，走下留上，走下留上，留上，上身留。好，这个看你组合，看你组合。对啊，呼吸带动任何元素。上身是看你这个。就是这个组合看你组合的要求了。它上身跟掰后部的这个，叫什么呢？配合它不是固定的，不是说非得是什么掰后部就是固定的，这个身体必须往这边来。我往左掰，我的身体就在左边，我身体可以在右边，可以留，我身体可以在上边，哎，都可以哈。但是。一定要注意什么首尾的呼应。坐在地面练习的时候虚实，你平移不就有虚实吗？你有呼吸就有虚实啊，你只要有呼吸就有松紧，有松紧就有虚实。你要除非你就是你老师也没有你我这个呼吸的问题哈，一定要有呼吸，呼吸就带动什么了，带动你松紧。来，大家简单的做一下哈，就我不使劲吸吸吧，吸，咱们别管气沉不沉丹田啊，咱们就常规一点哈，咱们就正常好理解一些。来，使劲吸，感觉人是不是紧的，再吸，好，然后吐气。你有呼吸，那这个呼吸方法肯定是错的啊，肯定是错的。就是我给你带来的是什么？这个松紧的这个观念，这个松紧。